三种乐器跨界合作，三位艺术家强强联手，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视听盛宴。文化之约正在播出，西域流光。这次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弹拨激越音乐会主题乐曲《西域流光》在编排上将弹拨乐、打击乐、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创造了舞台表演的新乐章。受到乐舞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就想我要加进去一个舞蹈，我们就又找了张继刚老师，我希望他给我推荐现在当今最棒的一个舞蹈的理想。他的每个细胞都在舞蹈，而且无论是技术也无论是艺术，都到达一种极端的纯净的地步。真的是喜欢，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民乐，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包括我们在悉尼歌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也是在侧幕条在看，哎，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就是在水准有即兴的，但是它也有它的章法在里头，它也设计了很多有关于乐舞的一些动作，于是你就非常的默契。为了编好这段舞蹈，李想经过反复雕琢磨合，凭着扎实的基本功底和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以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的舞蹈动作与时而舒缓秘境、时而铿锵激越的音乐碰撞，看似李想随意的即兴创作，却一招一式都与音乐环环相扣。我就是佟岩老师的一个影子也好，一个缩写也好，一个写照也好，我们两个是对应的。他在给音乐的时候，我会觉得啊，那是我自己，只是一种心灵的对照，像我对着湖面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样的感觉。所以像我有一些在舞台上这种伸手的感觉，其实是对着空气的，但是我会给自己设定的就像是我在摸着那个一墙的壁画一样，然后这个壁画上面的这种是随着我的手在往下掉落的这种。不要靠着吧，有你真的没关系，就只要你松弛下来了。起身的时候用左手向佟岩示意，你俩伸三角，你再往后一点。在最开始的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一定要以音乐为主，舞者它是音乐的这个灵魂一样，就你们两个是一体，但是在表演的时候你们都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头。对，好的，对。
六天时间，远赴澳洲两个城市进行两场正式演出。虽然行程紧张劳顿，但是每个人也都收获满满。正如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赵健在音乐会后看望大家时所言，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通过西域流光这样一台纯粹的中华音乐精品，向澳大利亚观众完美展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和中国音乐家的艺术风采，让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增加了澳大利亚人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了解，并增进了两国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友谊。西域流光的流光，意为传统音乐文化的流变、流传、生生不息。此次澳洲巡演虽已圆满结束，但是对传统音乐文化源头和流变的求索之路还远未到达终点。跨越历史，面向未来，中国民乐的传承发展和国际传播依然在路上。